时说出他们心中的感谢。来，我们掌声。我们第一位是黄品贤，第二位是崔玉博。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Wang Bingqian. First of all, we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president and supervisor for taking good care of us. And we also like to thank the chief of the village for providing us an excellent environment for all our students to study here. And then we appreciate all the volunteers. Your cooking is so delicious that everybody likes to eat. Finally, we are grateful to all the teachers.You let us gain lots of knowledge. We are very grateful for the help of these people, and we hope to contribute to society in the future. This is the end of my speech, and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Wow, 讲得非常棒哈！我们的水准真的是高的，英文的五哥，难听啊，我拉近。当个国语的，来，我们掌声，我们国语支持的啊，我们小天使。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雀玉博。首先，我们要感谢协会会长，所有理监事呵护照顾，让我们有好的学习资源。也要感谢里长的爱戴，协助提供场地，让我们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可以茁壮成长，感谢义工妈妈每天不辞辛苦的付出香喷喷的午餐，使我们可以饱餐一顿。更感谢每一位来帮我们上课的老师，让我们学习到很多的知识，种种受到的帮助，对我们而言都是满满的爱与感恩。除了感恩，并铭记在心。之外，更希望能将它化为进步的动力，祈愿自己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现在所受的点滴之恩，未来将全拥以报回馈社会。最后祝福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哇。第一位呢，是我们的蔡局长哦，我们以前我们台南县政府的林正廷蔡局长，还有我们林立会长，我们的黄碧华，我们的黄会长，感谢你们的莅临，感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我们的会长当我们的颁奖人，我们要颁发感谢状，感谢我们的老师们啊。我们第一位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大小李局长提供了这么棒的场地啊，给予我们啊安乐协会能够持续不断的一起啊，然后来照顾我们这些小天使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大小李局长，然后呢，杨局长。在座各位的嘉宾呐、啊、哈，尤其咱金玲丽嘛哈，拄我妈妈吼，哦，表演足好，因为我太无闲吼，伫外口因有甲调我命，啊，所以我爱接贵宾来吼，这是我的责任啦吼，啊，我的那个职责所在啦吼，啊，今天小天使们，恁有咧听无咧？哦，来讲吼，你们这边要好好的学。哦，我们有这么棒的场地哦，然后刚才区长也讲，他一定会全力支持我们。哦，我就讲我们东西的，我安装怎，我讲我主，我这里叫，我们跟第二，我读个黄清玉哦，一阵叫中安书。哦，我成大记者的同学来跟我讲说，如果有意义的，我绝对支持到你。哦，我到底真讲对不对？因为李老师知影啦吼，他在这吼，因为。我啊，较袂，啊！你这段时间的担任，你就快开始建立整个规个环境，
到目前已经有一段落了吼。啊，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伊来无收粉丝啦，问咱大家有心吼，因为好排片，拄则我甲副总讲，啊，你事先啊转达一下，可能袂记，得赶时间吼。啊，所以咧，啊，意思咧，咱今仔日咱的事，一定要这个事情吼，夏令营的这个成果啊，非凡吼啊，祝各位能够学习进步啊，在座的一位来宾。身体健康，速速努力，大赚钱，谢谢各位，谢谢，谢谢。顾问来到我们颁奖的宝塔，啊，我们的蔡顾问来这来颁奖这，哎，阿颁发我们感谢状给我们的义工老师，来，我们邀请你来。来，那我们接下来呢，颁发我们的感谢状是我们儿童绘画，我们曾希宇曾老师。来，我们邀请老师上台了。哇，好年轻的老师，非常的感谢你。对，然后呢，我们外面呢也有很多我的小天使的作品啊，等一下我们舞会的贵宾及家长可以给我们参观一下啊。是我们乌克丽，我们的郭慧熙郭老师，非常的感谢。